中间超，速度没能甩开，自己带，继续来一个，重新给回中间超，来一个，时间，12秒时间到，好球好球，黄队球黄队球，好打，试试威廉这点，威廉这点，打啊，打威廉威廉这点。别张宁晃开之后外线威廉出命阵3分命中，好球，可以叫暂停吗？好球暂停，这 team 请求暂停，你们先换，你们先换，如果他这样子你们就换，他现在一点得分机会没有，你看你们一穿过他们不敢直接投篮，就算十分库里来了，我觉得他在外场他也得适应，明白吗？所以说咱们就这么防，第一个是穿过，第二个马上换人，任何时间都可以下去，也可以单打，或者你们可以也是一直挡拆，如果你们第一次挡拆没有很好，你可以在第二次第三他们会很累，比较累，往里打，往里打，好，给一下他，给恒毅往里打一下，稳一下，最后的三分半钟比的就是冷静，是干他干他干他，内线刘恒毅肉碰肉的感觉，张宁扫内线，哎，这不进攻犯规啊，进攻犯规，23号先推人，先推人，推得好，可以，很好很好，看看 JTeam 这次杨正来一个自己带小打大的机会，可以利用速度顶中了两分，大球线区域的跳投，暂停，休一下，可以。现在已经所有的人全去防张宁了，帮着，特别刘恒毅已经完全不管你了。当时你站在这，刚才你不知道干嘛了，你站在这，刘恒毅在那，你就往里走，拿球以后，看你直接往里打一个转身，差点把球整丢了。你应该是这样，就往里突，就这样就可以了，始终是错位，你打他，他肯定俩人防你。他全俩人都是加他，明白吗？他不防你，他全给张宁。到12到6，他们已经开始就是很快投的，或者你们也可以先换。如果你看张宁在下面，你就直接去防那个高的。然后你拿着起的照着范围，啊。1、2、3，有机会就突他，他硬起。好了，来，最后比赛还有2分22秒，张宁。张宁晃开之后扫内线，好球好球张宁发球了吧，漂亮，一发命中，是啊，来两罚全中，漂亮，来，防守，防守，好，来，起来，拿起来，也像暂停了，对 ，JTeam 请求暂停，你们最后两分钟就，对，哎，然后你如果你们累了，要打二也可以，你就直接打二，对，你就往上下面也可以，一个球而已啊。打球慢点，不是你这样，你听我说啊，现在吧，咱们现在也现在很累，大家他们也很累，所以说我们要别打这种跑动太多、挡拆太多的球，而且现在你和郭宏运挡拆的时候吧，你俩配合的这种下顺的球打得不好打。那天咱俩打，不一样，他俩肯定换人。现在杨振，你不能帮太多。让他们打2比2，如果他们10号投进，也可以。可是就是，这是最安全的防守的方法，就是让他投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可以投比较多次，帮我们比较多。要不这样，你去拉开，然后吧，你俩打挡拆，换到中远超以后，
他肯定换人。如果说你跟威廉搭档拆，杨正肯定去防你，然后朱远超肯定去防他，然后你马上做篮下，张宁你往外扯，他不敢不防，因为你他知道你能投篮，你往出来往外扯，你俩先挡个挡拆，以后四照他俩换人，威廉你马上向下面要位置，而且刘恒毅肯定去协防，帮他协防那个钟远超的，这功夫你看着张宁你也看着他，我知道啊，因为刘恒毅没有人防，来。加油！拼一下！来来来，好呀！来 ，one two three， 王先生，注意防守啊，防守重要啊！篮板啊，篮板，篮板球！哎哎，他的篮板很凶，郭辉，顶他篮板！正确，重要的，嗯，这样搞起来。杨正外线面对朱明镇，好，要自己防。拜佛，强行的一个后仰。犯规时候，红队球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好，慢慢来啊。杨正，换了，换了，换了，上去。少十一号。内线刘恒毅六。哦，三秒钟的时间，哎，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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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上上上，哎，进攻时间到，投啊杨正，投了投了，看时间，弟弟稍稍有些犹豫，球权又回到龙骑士这边，打的就真的太差了，我可能就是好久没有打过这么差的球了，但我就是投不进，张宁，弧顶，没有给掩护的机会，依然是钟远超防守张宁。哎三秒钟的时间，面对两个人。哎呦，不去哪里？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没事，没事。张宁就这么打，可以，可以。喊点，喊点。防守，防守。钟建超，面对朱明润出手，哎呀，这个球歪的太大了。张宁，很聪明，消耗时间，还有五秒钟。给到内线，能不能出手？压哨命中！好球，好球，防守，防守，喊起来，喊起来，喊起来！防守，防守 ！Dream Team， 你们要上演奇迹了！防守，防守！钟建超出手三分，稍稍偏出，郭宏毅抢到篮板，喂！没出现啊，他没有抓到球，他没出现，裁判没有出三分，没有出现，没有，那你就必须要出三秒，他们是进攻，对你必须要出三秒区，我们抢篮板球出三秒区的时候是不能后仰的，对吧？他没有出三秒区，他是在这个区域抢的，有效，漂亮，专业专业，裁判看到，好了，重归比赛，十二秒的时间。哇塞！张宁三分，哇哦哇哦哇哦 ！3 point，J Team， 你们还有六秒钟的时间。防守，喊起来！他有好多球在球队最危机的时候，他都是不讲理的三分，然后帮助到了球队。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恭喜龙骑士获得铁龙兄弟战的最终的胜利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的努力没有。